这是啥呀？这么大的一条腿，一个指甲盖都比我大了。我们的一号战队是碳龟的始祖，世界之龟，这简直是一只庞然巨物。如果这样你还感受不到它的巨大的话，那么看看二号战队的泰坦龙站在它的面前，是不是就成为一只小泰坦了呢？这场比赛我放在第二局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局比赛，一号战队，我们先使用一只小的世界龟来对战五只加养的泰坦龙。世界龟1000级，泰坦龙100级。你们认为这场比赛谁能获胜呢？这只世界龟请打一，这只泰坦龙请打二。比赛即将开始。哎哎，怎么不打了？可以看到，第一局比赛世界龟几乎没有受伤，但是第二局比赛1000级的世界龟对战10只100级的野生泰坦龙，你们认为谁能获胜呢？比赛开始。比赛开始，开始。哎，你们倒是打呀，怎么不打了？快动手啊，动嘴呀，你这么大个世界龟，用脚踩也可以呀。让我骑上来试试看。哎，你们怎么就打不起来呢？真的是要气死我呀。这咋回事啊？这个结局我真的是想不到啊。看来我得想想别的办法，咱们尝试一下让泰坦龙主动进攻世界龟，看看他会不会还手啊。我来喽！哎，还击可能就会打到世界龟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还不开打？别人打你，你不还手；别人打我，你也不还手。你真的是白长那么大个了，还光明正大四脚离地飘在空中。要不你踩死我得了。